无，你甲这所有背后一切拢是这海王咧控制。我的意思是讲，替新阳改迄移植顺序的人根本就是刘经理，其实是彦斌甲海王的交易啊。我是安尼咧怀疑啦。哎，听你讲，我才想起，迄周祥俊杰的人伫咧直播时阵，毋是有讲，有讲着罗彦斌，敢讲罗彦斌的秘密甲海王有关系？ 哎呦，就有可能啊！哎，新阳，新阳，你来。我是来找一凡讲几句话的。我跟你无什么好讲的啦。一凡，我唔是故意污蔑，阮国家丢给你的交易。 我知影我应该讲出真相，也毋过，因为是阮哥，伊是为着要救我，所以我的心情真正足复杂。你的心情跟我复杂吗？当初我知影，阮妈的心思在你的身上，我原本叫徐刚，这是你跟阮妈的误会。我真正想袂到，这竟然是一个妹妹啊！ 丢给你做交易的时阵，我已经分白啊！请你相信我，我若是知影，我一定尽全力去阻止阮哥安尼做诶。讲啥话？想说啥？你有心啊？跟那林志友对你巴肚内底宝宝敢好？谁讲我有心啊？我的身材看起来。 更像捷运夫，开始是不生捷运夫。那安尼就对啊，算讲我袂当啉酒啊，我就是要啉无爽，啉无欢喜，啉无所有艰苦的代志，我袂记你了了。我感觉足重的。 当然无白，你的身材这么好，感情真，当然嘛是真的。你是健身网红呢，而且你的身材凹凸有致，跟现代匀称，是真正找伊那梦想。你嘛是啊，你的身材嘛就好，而且佫这么帅气。 一只嘛都袂输遐模特，是我看过上佳缘投的总经理。我一直足珍惜我活来的每一分每一秒，足珍惜我期待的每一个人。我从来拢无希望，甲大家的关系变甲安尼。 阿斌哥呢？拢是你走进来，我都怪恁爸爸。我哪有可能怪别人？我是在怪我家己。若不是因为我的存在根本都未有这样的错误发生，未害阮哥承受这样的压力，未害春梅阿姨牺牲家己的性命，嘛未害。 你甲伊凡受到这个代志影响，结束你的感情。若是无我，恁大家根本都唔免面对这么多不幸。我是感觉真正足愧疚。你若感觉愧疚，你就应该想办法弥补一切，出面做钱，甲真正的歹人拼起，唔是伫咧遮甲我讲一寡无法度改变现实的话。